独树一格，竟意外挑起评审战火。我唱得他心碎，我唱得他心碎。我觉得男孩子某一部分应该还是要有一定的 power， 有歧视成分的。觉得男生都有一种男子汉的味道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追求放弃了。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一句话非常瞎，真的。